分局获报上述实地发生打架案，立即通报线上巡逻警力前往查处。原警立即持赴现场后，现场已无打架情势。经警方调阅监视器，发现现场有持球棒砸车情势。经了解，被害人李女称与赖男因感情纠纷造成不愉快，遭赖前带人持球棒及西瓜刀攻击，造成李女四名友人四肢及背部划伤，其余无人伤亡。经警方调阅监视器后，目前已掌握赖前等八人身份，将迅速带到案说明。全案警询后，依刑法妨碍秩序罪，移请侦办。